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理想、有抱负，然后虽然说我们的起点不高。但是我们的野心很大，就一定要有这种企图心和上进心，才能干成大事儿。拦我者，我都跟他交朋友，一步一步的我就上去了。心机。那你对慕容黎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？慕容黎就只要他不吹箫，世界就和平。他有一首成名曲，非常好听，只要他一吹就进行不下去了，拍不下去了，太美妙了。我任性啊。那你觉得这个戏里面最帅的是谁？我觉得这个戏大家都很帅，除了慕容黎。不可能的，他是美的范畴。在这部戏里面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马景涛。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的苏师兄，那一天夜里就是也是很明显的欺压我，然后就是要搞我，然后结果他就死了。我觉得那是非常爽的一场戏。你在这部戏经常和哪个男演员演 PP 啊？就是我现在的王呀，彭彭彭昱畅。表达一下我的爱意，彭彭砰砰砰砰砰。你觉得你跟仲大人有 CP 感吗？没有，不适合跟我这么阳光的人互相在一起。